纵管处每年举办的纵谷园游会部落石乐园将在24号、25号两天在富里乡的罗山游客中心登场了。而今年以疗愈为主轴，推出了山野猎场等六大主题区。纵管处每年办理纵谷园游会部落石乐园将在24、25号两天在富里乡的罗山游客中心登场。今年是以疗愈为主轴，推出山野猎场等六大主题。今年的纵谷园游会在这两天会在富里的罗山游客中心登场，活动入场、逛市集以及观赏表演都是免费。而为了鼓励民众踊跃参加并且留宿，凡凭8月23、24两天在花东地区住宿证明，就可以到活动服务台兑换百元的园游现金券，每天限量200份。纵管处欢迎到花东旅游的外地游客把握机会，这难得的园民体验活动。记者高双双富里乡采访报道。